讲句真话俾大家听啦，即系有阿徐就话，即系英国咧就将同中国嘅关系定性为威胁，即系中国系一个威胁嚟嘅。呢一个唔系英国讲先嘅，呢个系美国讲嘅。个核心问题系美国出咗一份报告，美国嗰份报告咧就写到明咧，中国系一个威胁嚟嘅。咁其实大家都知道一样嘢，就系、是、西方国家实际上系美国佬话事嘅。即系佢哋成个联盟咧，其实大佬就系美国佬。用讲个真话俾大家听，即系如果你话我要嚼死英国嘅，你嚼死英国有 Q 用咩？即系好似四方果咁样，佢就系反华，所以即刻落台。喂，即系好 Q 老实讲，你唔好呢啲即系精神胜利法，呢啲系戆狗到不得了啊！咁如果你话我讲错话，佢哋冇佢哋定性即系中国系威胁英国。佢兩條友咧係口噏噏嘅啫。英國有冇一份報告出咗嚟？有冇份政府嘅報告出咗嚟話中國係一個威脅？你自己去睇下，你自己去揾下。即係你唔好同我講話，佢同記者講喎。嗱，即係好老實講，呢啲咁嘅西方國家領導人咧，同記者講嘅嘢咧，即係。我都不想说，即系我都觉得冇代表性噶，一样嘢我不想咁样讲，但系真的冇代表性嘅。你如果觉得话佢讲咗咁，我都头先一开始都讲咗啦，狗噏嘅啫嘛，佢讲咗都不算数噶。其实佢哋嗰啲人系咪讲啦？嗱，好啦，咁啊，翻翻嚟讲下即系俄制导弹射中波兰嗰单嘢。呢单嘢真系哭笑不得，令人嗱拜登出咗嚟讲嘅，其实即系射咗之后，喂拜登话喂我哋有情报啊，已经知道唔系俄罗斯射嗱，即系最初就当然以为系俄罗斯射过去啦。啊，泽连斯基喂唔听拜登讲啊，泽连斯基佢话毫无疑问啊。即系而家吓，即系一粒落咗喺波兰啊，造成两个人魂归天嘅导弹系俄罗斯发射嘅。嗱，即系咧呢、這个泽连斯基咧系反驳咗北约、波兰、美国同埋英国嘅声明。北约、波兰、美国、英国咧声明晒嘅。就话呢个导弹咧啊，应该系乌克兰防空系统射过嚟嘅啊。咁但系泽连斯基咧就同记者讲啦，嗱，我啊切些份肯定啊，呢粒唔系我哋嘅导弹嚟噶。根据我哋嘅军事报告啊，我哋认为呢粒系俄罗斯嘅导弹嚟嘅。咁嗱，但系咧，即系依家呢件事咧，当然系调查紧啦。但波兰总统呢个杜达已经讲 Q 咗啦。嗱，乌克兰嘅防御系统咧就系、是、四方八面乱参发射导弹，咁其中一粒咧就可能咧唔好彩就射咗去波兰嘅领土上边啦。就系咁样啊。嗱，无论如何，嗱，即系不过嗱，即系呢个西方就系犀利。嗱，北约、波兰、美国、英国咧，佢哋都讲咗。无论如何，俄罗斯咧对呢粒导弹咧都系有最终责任嘅，因为咧如果俄罗斯唔射导弹向呢个乌克兰方向，乌克兰咧就唔会有防御导弹射出嚟，所以射歪咗都关俄罗斯事。咁即系新伟成佢讲嘅咩咧？新伟成又系新伟成，佢话嗱，而家最紧要认识到最紧要嘅事咧就系、是。嗱，乌克兰系被迫用导弹嚟保护自己嘅家园嘅，啊，咁佢即系因为受到呢个非法同埋野蛮嘅袭击，啊，抵御呢个俄罗斯，啊，咁咧唯有咧就自己射导弹，咁咧不过咧啲导弹就唔小心射咗过去波兰嗰度，啊，咁啊呢个新伟成嘅用法啦，啊，而家一定要关注嘅就系俄罗斯。啊！滥炸乌克兰嘅民用基础设施，搞到咧乌克兰人民咧就冇啖好食咁样。啊！不过呢个新哥咧，其实即系都系喺呢件事上边咧，佢好搞笑啫。即系我就觉得，唉，你哋呢班西方国家其实又出咗洋相，
都冇同呢個集團司機傾個點數就出嚟，其實就話咗俾人聽，屌集團司機，我哋中意撐你就撐你啊，我哋唔中意撐你嘅時候，我哋就唔會撐你。其實集團司機咧就好想事態升級嘅，即係你睇到佢條友咧，就係想話，喂，應該要啟動呢個北約嗰個第五條咯，一定要啊，即係還拖咯，啊向俄羅斯還拖。其實你睇到北約咧，就係根本咧就唔想向俄羅斯咧就作出任何即係正式嘅攻擊嘅，亦唔想有咩衝突。啊，衝突咧就劃死咗，你哋係嗱俄羅斯同烏克蘭之間嘅衝突，咁戰爭嘅範圍咧就喺烏克蘭嘅領土上邊就算 Q 數啦，啊就唔好有擴大戰事嘅情況出現。嗱，咁英國咧就好得意嘅，即係英國其實咧，嗱，如果要講翻英國點解係得意咧，其實頭先我講阿辛偉成講咩咧，但係英國嘅外交部咧，佢就講咗一樣嘢。嗱，我哋而家都唔知道得導彈係邊個射嘅，嚇、啊，啲細節我哋未清楚，咁我哋咧唔會急於作出一個判斷嘅。咁波蘭同埋北約咧就都係一早就講咗噶啦，呢粒導彈咧就好可能係烏克蘭防空系統發射嘅，咁咧就唔係呢個俄羅斯嘅空襲。咁呢個 James Cleverly 咧就話波蘭咧就會領導調查，咁啊確定發生咗乜嘢事。咁英國咧就隨時準備提供任何實際或者技術嘅援助，咁咧亦都唔會倉促咁作出判斷。英國的回應呢就會始終是以事實為導向的就是這樣說了。如果即英國、啊、這個國家你說它會不會在這個情況選擇說不斷在這裡吹說很大威脅不合乎它的國家利益這一樣東西，即如果你覺得話，哦，而家我一定要同英國、啊、打鑊勁、啊、因為佢話中國係威脅，咁你咪應咗佢講嘅嘢咯。事實上係，即有啲嘢其實我都廢 Q 事講嘅啫。啊，咁啊，我就係村委書記嘅老豆啦。佢話嚴格嚟講咧，烏克蘭嘅 S-300 防空系統咧都係俄國貨，都可以賴落俄羅斯度。咁其實，是的，他要賴是可以賴，但英國他就賴了，是不是都是最衰都是、俄羅斯這樣、啊、那麼丁丁就說黃友說什麼都是林太衰的道理一樣，其實不是只是黃友是這樣說，男友都是這樣說的、啊、即是男友都是最衰都是林鄭月娥、啊、如果不是林鄭月娥就不會什麼什麼什麼就是這樣、啊咁啊，嗱 ，Lee Eric 就话而家有人助攻成功啦，人人都知道首歌系乜，我首歌叫做《愿平安归香港》吓、啊，我哋讲翻何以原版啊。嗱，咁啊 ，Eddie Law 咧就话世界唯一威胁咧就系美帝国嘅霸权主义，如果冇咗霸权主义咧，咁世界先会有真正和平。咁你睇下有几多人系支持呢、這个？美國的霸權主義，你看日本仔已經是啦，很明顯日本仔已經是支持的，其實是CDC Poker 就說他呢社區有人確診，這樣就被封住居家隔離，這樣剛剛做核酸，那不要緊啦，就在家裡做事咯，沒辦法啦，你最好都是配合政府的工作啦，因為其實現在廣州的疫情，即現在借一點威來說，就是為什麼會爆得這麼厲害，其實我們都經常說一個疫情爆得厲害的地方裡面是一定有很多人是不配合政府的施政的，即你說、哦、那你只是賴的啫，賴那些不配合的人、哦、不是、啊、事實上是不配合那些人搞出來的，喂政府其實很多時候都說了，喂不要出去、啊、疫情會爆的，不要四圍去 啊， 啊不要四圍去拜年啊，喂你照去的话，那疫情是一定会传播的嘛，是不是？讲真，即是你怎可能说我们是赖那些一般人呢？喂你是你这班友不听政府讲嘛，你听政府讲你匿在屋企的，那你怎么验疫？我问你，哦你我包裹会验疫这样，那我不Q信啦，即是你说会不会即是包裹上面驗到新冠病毒，我就覺得會。但是你話包裹會都你做冇做好防禦啫，即係收包裾嘅時候你都冇抹翻乾淨啫，啱唔啱啊？啊，即係
咁啊 ，Corwin L 就话日日聊又打架，仲要话威胁佢老母。咁嗱，有啲系咁嘅，即系有啲人系咁样嘅。呢、這个冇办法吓，呢、這个世界系咁嘅，即系好系搞啊！即系呢、這个俄制导弹射中波兰呢单嘢咧，点解话咁 Q 好笑咧？就系而家乌克兰咧，其实咧佢系唔你睇到咧，佢好想夹转咗一啲嘢。但是西方咧，佢有自己的算盘嘅。佢根本即系而家西方好明显系做紧一样嘢，就系、是、要借住呢一个乌克兰战争，就睇下同俄罗斯咧边个死先。其实就专登系咁样搞噶啦，即系而家美国佬系咁样搞噶啦。同埋美国佬佢仲有另一个算盘，就系、是、佢搞到欧洲呢个地方有啲唔稳定。咁欧洲嘅钱咧，有好大部分咧就会去咗美国嘅。嗱呢啲系。事实嚟嘅，你可以睇到嗰、那个即系钱嘅流向嗰个数据嘅，啊，即系你话英国人而家佢哋系咪主导到欧洲嘅嘢？佢梗系主导唔到啦。德国人系咪主导得到？其实即系好坦白讲，德国人咧佢都主导唔到嘅，因为美国人咧喺后边再喐手搞其他嘢。啊，其实而家基本上咧欧洲嘅事咧，即系如果系。即是大件事的话，即是讲结不结盟啊，帮不帮拖啊，那些是拜登下事，根本就不是欧盟那些人可以话到事。嗱，汪龙就话，啲人仲要年三十逼去黄大仙，年初三去排车公，是这样的。仲有啊，嗱 ，Y808Y 就话唔系，是年头啊，红生，由得佢啦，唉。即係由得佢，我都唔理啦。其實講真，即係而家香港嘅疫情咧，冇人關注嘅，啊，即係覺得新冠係冇嘢。咁其實盧局長我都覺得佢好慘噶啦。盧局長咧，佢係力排眾議咧，新冠咧係有問題嘅，即係你唔可以隨便中新冠嘅。但係盧局長講嘢都冇人聽啊，啊，即係同之前嗰個陳局長係一樣。之前陳局長講嘢冇人聽。就大把人咧就插呢个陈局长，而家卢局长咧就好少少，少啲人插佢。好啊，咁啊 ，SCTC 就话听政府讲唔系做信民，冇豉油同尊严唔得，所以我都系做信民，我有豉油同尊严啊。其实我都系做信民嘅啫。嗰阵时好得意啊，即系呢度封城咧，我有啲朋友咧，佢系好反对封城噶。佢话：妖呢度咪即系共产党封城啊！封城即系共产党啦，啊，共产党先会封城嘅啫嘛，啊，自由世界点会封城啊？自由世界讲自由噶嘛。咁嗰条友咧，当然其实就口噏噏啦，佢冇真正去挑战嗰、那个即系城市嘅边境范围嘅。但系有人就真系挑战喎，即系你唔好讲笑，即系呢个世界就系有啲咁嘅人嘅。嗱，跟住到咗佢年头嘅时候中新冠啊，我嗰个朋友。啊，即系就系喺度闹政府封城嗰条，哎呀，原来中新冠咁 Q 辛苦噶，啊，我咳到咳血、啊，咁大镬噶，佢打咗三针啊，佢咳到咳血，跟住佢话，我终于知道政府点解要封城啦，咪就系咁样啫嘛。林永康呢就话内地恢复跨省游，设熔断机制，而家咧其实就系要试一样嘢，就系、是、试下咁样增加翻嗰、那个。流动嗰、那个人口流动会唔会继续负面影响到嗰个抗疫嘅操作？而家去试紧一啲嘢，咁你话会唔会翻翻转头突然之间会有翻熔断机制？嗱，好个情况咧，你要记住呢、这个系叫动态清零啊！中国而家做紧嘅政策就系叫动态清零，咁。呢、这个政策是动态的，所以咧，你话有啲人好紧张咁话，喂，一定唔会好似以前咁样翻翻去封城封区。那个问题咧就系你冇办法预知嗰个病毒演变嘅走向嘅。而家个个人都话啲病毒系越嚟越弱，但系其实我哋之前有节目讲过啦，病毒咧唔一定系越变越弱嘅。咁如果突然之间个病毒变强咗，咁就会封城噶啦。所以我自己就觉得咧，系好有可能咧，呢个病毒咧系突然之间有可能会变翻强嘅。我唔系冇根据咁样讲嘅，但系即系我哋有呢啲有关呢一样嘢嘅节目讲咗好多噶啦，你冇听啊，翻去听翻啦。啊，咁啊，田边蛇夫咧就话咧，我条村已经解封。其实你如果信民比较多嘅地方咧，
就唔會有咩大大件事嘅，個現實就係冇乜問題嘅嚇。咁、啊、好啦，即係拖得車就話美國上歐洲爛曬，然後一鉸獨贏，咁冇可能咁容易令到歐洲爛曬嘅。同埋你睇下德國做乜嘢，德國佢咪將一啲嘢遷咗去中國咯，嚇、啊、個事實就係咁樣咯，嚇、啊。咁好啦，讲到呢度呢其实差唔多啦，咁休息一阵返嚟我哋呢就讲返嗰个主题啊，即係主题都好紧要，主题好少人听，不过唔紧要啦，继续应该会继续讲嘅，休息一阵先。